今天放走了耿京氏，无极，后患无穷。无极乃是武当四大长老之一。今天我本想用武当无极掌出其不意，将其击杀，没想到这老道武功如此深厚，反倒使我受伤。今日过招，他必定会怀疑我的身份。 虽然愚忠，但却一身傲骨。他不肯对我屈膝，倒令我钦佩。我很看重这个年轻人，啊，得想个法子，让他尽快归顺于我。我们派人在关内关外放出口风，就说他已经归降于我们。 受封金鼎侍卫，这样武当山上很快就会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们会排挤，甚至追杀耿京氏。第二，我们杀掉所有武当在辽东的奸细，把责任全部推给他，让他众叛亲离，走投无路。<笑>江湖事。 江湖了，你是凌雪阁阁主，此事就由你全权定夺。来，慢点啊，小心啊！来，师叔。 你没事吧？不碍事，我在这儿打坐疗伤。你快去收拾行李，带上玉燕，咱们赶快启程回武当。可是叔叔您，快走，快走，行，快走。那我速去速回。